好，走。跟上拍子，记得这个在负啊，把上面约束起来，把力量约束上面的力量约束往下。下面的力量约束往上，啊，到负。这种约束是用姿势来做约束的哈，所以不要用力。好，
对，离。注意一下新的部位的啊，横膈膜跟胯往下沉，把底下的空间开开，肩往后翻，把你现在左心脏左边的啊左边的空间开开。身体不要倒，身体不要倒，不要看那么高，看这里的高，哎，眼睛往上看，可是不要把后颈，不要压迫到后颈啊。你仰太多了，后仰太多。下身往下沉哦，有些人把那个下身也提起来了。这怎么换都忘记了，这是最简单的换法。
好，现在注意你的左肺的空间。啊，横膈膜往下落，肩胛骨左边的肩胛骨往脊椎收，你的肩膀是往后开的，手肘不要压肋骨，左手手肘不要压。
好，收。好，来，这个先停了，先不要散。来，先不要散，你们那个转，你们那个转换没有很熟哈。好，来。好，来。